本视频由哔哩哔哩独家赞助播出。嘿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我的视频，我是苍晨。大家应该知道，我是一个高一新生，在发书的当天，我就已经蒙圈了。我的妈呀，高一这么多课本，看看有这么多科，英语、物理、化学、语文、生物、数学，等，生物，既然是生物书，就应该有人体吧？有人体就应该有细胞吧？有细胞就应该有血小板吧？应该不可能的。我血小板呢？我的血小板呢？是什么东西啊？我的血小板呢？What？ 血小板？啊，等等，你在这里。阿珍爱上了阿强，在一个有星星的夜晚。不要这样。我好懊恼，我突然就变成了一个爱蹭热度的、没有一点生活区优秀 UP 主的样子。我也没想到李仁君他会……别提他！你的手流血了。我还没碰一下你的手，李兄，他碰的可是你的狗。对了，你是谁呀？Baby。拜拜。不不不！北风萧萧，天地一片。所以说，就算是为了血小板，我也要把生物这门学科学好。嗯，好好学习，好好学习，全面小康。OK， 我表演了这么多，然后还有待会儿要剪后期，所以你们看在我累成狗的汗流浃背、累成狗的份上，我求求你们了，推荐投币收藏，写评论，写评论，对，还有关注，对对对，求你们了，么么哒，拜拜，拜拜，出去啊，拜拜，去给我投币吧。拜拜呀，出去呀，拜拜呀，走啊，走走走，不，这里不留你，走走。